这几天一起啊，在探讨修学的心态很重要的，要主动学习，而且呢还要主动对治自己的习气，自己的不足。还要真干，我们不真干，每天悠悠放任，时光就过去了。所谓寸金难买寸光阴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的一段话呢，提醒我们珍惜时光，好好提升自己的德行。了凡四训提到的，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。啊，一日不知非，则一日安于自是。啊，不知道非了，不改了，不进则退了。安于自是，就自以为不错了，自以为修得很好，就麻烦了。所以真正修得好，反而是觉得越来越多的问题，越来越多的缺点啊，因为他时时关照自己的心呢，更容易发觉自己的问题了啊。所以一日不知非，则一日安于自是了啊，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进。所以了凡先生说到呢，很多人素质都很好啊，天下聪明俊秀的人不少，为什么会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呢？只为因循恶志，因循苟且，耽搁一生呢。这个可惜就在这里了。耻辱啊，也在这里了啊，是之可修可耻，就是糟蹋了自己，糟蹋了岁月，这个是我们呢要最感到羞耻的事情了啊。而这个因循苟且啊，我们就要反思，哎，人家说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当下感激人家的劝呢？好好去改啊，让这朋友觉得劝我们是很有价值的，我们肯受教啊。假如我们回人家一句话，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，更麻烦了，要你管了，那就更是因循苟且了啊。
别人告诉我们过失啊，我们感激，而且还要自己发现自己的过失。所以时时要关心，这个心是在觉悟还是迷惑，是在真诚还是在虚伪，是在平等恭敬还是在傲慢，这个我们不能自欺，再欺人。所以修学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实质就是呢，我们自己放下了多少执着，放下了多少习气，这个是真功夫的。那我们昨天讲到呢，放下贪，放下嗔，放下痴，放下慢，放下疑，这个叫五毒啊，就毒害我们的良心呢，毒害我们的真心呢，就是这个造成障碍的。那我们了解了就很明确了，习灭贪嗔痴慢疑，勤修戒定慧的功夫。好，我们要改正缺点的，所谓先明其道理，明理了，人就肯去奉行，就不会很勉强。比方说知道贪不好，就不贪了。而贪，我们看这老祖宗在造字啊，很有意思。贪的人不富有啊，时时都贫穷，因为他觉得不足嘛，所以他再有钱还是贫穷，因为他不会有知足感，而且呢，多了还继续贪呢，那真是贫贱。让人瞧不起。所以真正的富贵啊，我们得要了解，富者知足的人是富有的，不是有钱的人是富有。你看有钱的人都得忧郁症的很多啊，那人为什么会得忧郁症？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啊，苦苦哀求物质，哀求好的人事环境，太多的求求不到，造成了心理上长期的痛苦，最后就发病了。所以富在知足，知足者富啊，人敬者贵，做出让人家非常尊重赞叹认同甚至效法的事情，这个人是贵人，人家一看到他都对他尊重佩服。我们看新加坡许哲女士啊，110多岁了，她穿着衣服啊是 T 恤啊，而且呢是从垃圾堆里面捡出来的衣服，现在的人衣服都没坏就丢掉了，为什么？退流行了，他就丢了。哇，这么浪费啊！请问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那下一代不就穿三次就丢了？这叫赶流行嘛？所以就有人说了：“哎呀，你穿那个衣服啊！”都退流行了，穿出去会笑死人的啦。人要冷静思考，笑死是他笑死，又不是你死，你担心啥呢？是吧？说人啊，现在很可悲呢，就顺着这些虚荣啊，把自己幸福的心呢、交在别人的手上，人家一讲两句批评你，哎呀，穿着多难看呢、就难过了。哎呀，你好土哦，就不舒服了。
这虚荣作祟啊，人家一批评啊，幸福的钥匙全交给别人，都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。那别人的眼光假如是要你成圣成贤，那还好，要你随波逐流，那你就慢慢就变成欲望的奴隶了。所以自己得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我这一生是追求灵性的提升，追求对家庭社会实质的贡献，而不是追求虚荣，更不是追求享乐的人生。这个是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呢，得搞清楚了。所以贪者反而是贫穷了，而贪的人给人家的感觉是贫穷，而贪的人是必定以后会贫穷。为什么？我们真正了解了财富的真因，福报的真因在哪里？我们中华民族以农立国啊，只要曾经在田地上走过，都知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自然规律啊。那福报是结果，就好像果实长好了，那得种种子啊，得培养啊。种子在哪里？啊，财富的真因呢，在财布施。在历史当中呢，范蠡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三聚财，三善财。他做生意啊，有钱呢。看到这么多贫穷的人，通通布施掉，又从小生意做起，没多久又变成大富翁，又把这个钱财散掉。啊，历史记载是三聚三散。啊，老祖宗是明白人啊，所以立这样的人叫财神，他是真正懂得财富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历史典故啊，让我们知道善财。而我们对于很多事理啊，不要只停留在听了这个故事啊，就是范蠡三聚三散，就只有这个印象而已。还要用心去感悟看不到的部分，你的收获就更大了。什么是看不到的部分呢？人心是看不到的部分。大家想一想哦，当范蠡第一次把钱财都散出去了，钱没了哦，真的没了吗？啊，在哪里？在所有老百姓的心中啊。所以大学讲财善名聚啊，人现在都只看眼前，只看摸得着的，他感受不到人心了，就被他自己的控制欲望贪欲遮住了他的真心跟体恤别人苦的心了，叫欲令自迷啊，欲望把他给障住了。啊，真有哦。在民国初年，有在上海有一个有很有钱的人呢，姓周啊，他开钱庄，就是现在的所谓连锁银行的老板。清朝末年发生一次很严重的水灾啊，很多人都快要饿死了，他一个分公司的掌柜的捐了500两赈灾。被他骂得要死，拜托啊，我致富的方法就是只要进到我口袋里，再要把它挖到，太难了，我就是这么有钱的，你还乱给我捐款。结果后来到了民国，他的财富呢是3000万大元。好，诸位学长，3000万大元换作现在是差不多多少？那应该是用亿来算的啦。富可敌国，这么有钱一毛不拔，
而他把这三千万大元分给了他十个子孙，一个人分三百万大元，却在几十年当中呢，他十个子弟全部钱都败光，还有轮到乞丐的地步。这个是曾国藩先生的外孙聂云台先生呢，他在上海住了很长的时间，上海是繁华之地啊，亲眼看到大起大落的人太多了，他把它记录下来，写成了一本书啊，叫《保富法》，怎么真正保住财富？积财伤道啊，他的良心泯灭了，他见死不救了，见义不为了，哪有不损德的道理呢？好，一损德了，他福就折了，所以贪呢、啊，慢慢的就赶来了，就是贫穷的结果啊。所以这个周氏这么有钱的人，最后子孙沦为乞丐，不就是很明确的一个证明了吗？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谈到说，取非义之财的人，这个也在我们德育古鉴，待会下节课我再翻给大家看哈。抢了非义之财，五个儿子六个孙子全部都犯同样的病死了，只剩下一个孙子没有立锥之地啊。所以这个人明理啊，绝不干贪的事，绝不干犯法的事情，绝不干抢老百姓抢人民钱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们看呢，刚刚跟大家强调要看得到人心啊。范蠡先生善财出去了，所有的人都感激他，他那个磁场很和谐啊，是吧？他纵使卖个绿豆汤哦，都会变有钱人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再远都要走来喝他的绿豆汤，是不是？你们要配合一下嘛，是不是？说哎呀，那老爷在那做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支持他啊！我们在最辛苦的时候，就是他照顾了我们，不然我们哪有今天？他得到的无形的人和啊，那是没有办法计算的。所以他做什么事业，这个人和就来帮他，他就发财了。啊，他开什么店呢？很多人都爸爸都把孩子送到他的公司去，哎呀，跟着这个老板准没错啊。这个是看不到的力量。相反的，今天这个有钱人都不帮助别人，别人这么苦难呢，他视而不见的，人家是很不能认同他，是吧？就有几个臭钱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结果突然他们家失火了，当下旁边的人说：“苍天有眼啊，烧得好！”但是假如是广施恩德的人，家里突然冒了点火苗啊，邻里乡党哦，大家百米赛跑冲过来，是我先扑灭的，人家很高兴啊，有回报的机会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了解到财的真因了，就不去贪求了，懂得布施。所以啊，福田心根啊，恩田、悲田、敬田，恩报父母恩，报国家恩，报古圣先贤的恩德，报一切人对我们付出的恩德，时时满怀感恩的人，他一定有大福。包含呢，他身体的结晶一定很漂亮。他的念头都是感恩呢，所以日本江本胜博士说，研究了这么多年呢，结晶最漂亮的就是爱与感恩。
其实爱就是悲啊，慈悲啊，爱人。感恩呢，就是啊，自爱，让自己呢时时知恩报恩，饮水思源，把这颗良心啊一生都保持。而且感恩呢、会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为什么？知恩的人，他时时想着要报恩，报四重恩呢，他就不会懈怠了。所以爱与感恩呢，是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。而且感恩的人，就是珍惜别人对他的爱，他不糟蹋。所以爱与被爱，宇宙呢，其实就是核心，就是一个爱字。好，这个是恩田、悲田、敬田。恭敬一切的人，包含我们负责的事情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这样的人都很有福。忠心、恭敬心，好，这个是我们现在从贪、财啊，只要明白这些道理，不会得患得患失，甚至不可能呢会有投机取巧，甚至于铤而走险的做法就不可能了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昨天跟大家还有提到财色名食睡，这个在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啊，夫妻的结合啊是道义的结合啊，我们说呢是孝道的落实啊，上以事忠庙，下以祭后事。那大家冷静啊，回顾啊，我们成长过程几十年哈、什么时候才听到说哦，夫妻的结合是孝道，是上以事忠庙，下以祭后事，什么时候才听到？现在是吧？我那一次刚好大专营啊，在台湾呢，讲完的时候，那个大学生跑来啊，结婚还是道义啊，我这辈子还第一次听到。这个是个大学生亲口讲的。还有我们在上面讲，那个大学生在底下一直哭，我说我到底是讲的哪句话得罪他了，他怎么一直哭啊？下了台我问他一下，他说怎么没有人给我讲这些道理，我一听到说哎呀，我不知道造了多少孽了，他惭愧了。哇，不简单呢！这个孩子还是很单纯、很受教的，他也不愿意这样啊，因为没人告诉他是非善恶，他很忏悔。所以这个叫人不学不知道，不知义呀、没有经典，人根本不知道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哪里。而他们的感觉呢，男女关系就是什么？就是西雅图夜未眠是吧，就是 All My Love 那种先入为主啊。我也是被这个误了很多年的，是不这个人在该专注提升、专注读书的时候，通通脑子里都在想那些儿女私情了，这不知道误了多少岁月了。所以这个人的这一生呢、明理，这一生呢、有正确效法的方向目标，效法的人呢、很重要。
我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呢，我的桌子前面呢，我的正对面墙壁上贴了一个偶像的照片，啊，叫席维斯·史特朗，你们不认识啊？叫第一滴血啊，拿着一支冲锋枪嘛，比谁酷嘛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叫英雄。胡来，你哒哒哒哒，那个倒下去的人，他有父母，他有妻儿嘞，开什么玩笑啊？哪有是说把人都杀死了，然后他叫 hero？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啊，逞强斗狠，啊，这个暴力色情啊，都污染了我们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太多的电影啊，它都误导。让人觉得男女就是欲望的满足，啊，然后就你这个你浓我浓，然后就在那岁月就耗掉了。请问大家哦，那个你浓我浓的人，最后真幸福了吗？没有。这是我理智的男人啊，掌声鼓励。真的这么你侬我侬，大家要了解，玩物丧志，玩人丧德啊，是吧？你看拍那个片子哈，哇，那段时间谈恋爱，然后就啊，天上还飘着花，是吧？那个时候人只要贪爱到那种程度，那就是无父无母，无国无家，什么都没想到的，如入无人之境啊。这个生命当中 only one， 哎，一个人爱人只有 only one， 那叫爱吗？那叫欲啊！哇，控制啊！所以为什么结完婚之后感情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？就觉得另一半没有像以前这样对我了，是不？所以你看，都是形成贪心，形成欲望，这样的人生怎么会提升呢？哦，而且说实在的，这个，哦，讲这个实在有点不容易哦，因为要讲的让大家能接受，又不要得罪大家。哦，所以真的那个西方那些骗子啊，好像让我们感觉爱情就是一切的，那是错误的，那是欲望。所以一个男人能孝父母，对家庭有道义，他才有真情真爱。那个每天守着你，跟你这个卿卿我我在纵欲的，他是欲望很重。改天他遇到一个另外又漂亮的人，他可能就移情别恋了。所以大家看哦，现在哦，谈恋爱谈得死去活来哦，可是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哦，啊，那就代表人在两性关系当中都是一种欲望，欲望哪有满足得了？一不满足了，移情别恋就出来了，所以一定要回到夫妻这个男女是情义的结合，道义的结合。而且我们昨天也提到啊，天道祸淫最殊，这淫欲啊赶来的恶报最大。而且呢，欲望人啊要马上无欲不大可能，啊，所以儒家叫节制欲，节制欲望，不要放纵，能让它越来越淡，身心清安啊，越来越自在啊。诸位学长，假如我们觉得
什么东西吃不到呢？我嘴巴都发抖。你说这个人快乐吗？啊，快不快乐？哇，你一看到他吃下去，啊啊，笑得这么灿烂啊，就好像昨天吃榴莲啊，是吧？啊，大家看哦，他那个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个笑叫痛苦暂时停止啦。所以人现在哦，什么是苦，什么是累，搞不清楚，真的是苦中作乐啊！这么多欲望忍不住了，突然来一个满足，他就哇，好高兴啊！结果接着又继续痛苦，为什么？他又吃不到，他又满足不了。这个就像吸白粉一样啊，吸毒了，他上瘾了。上瘾以后没得吸，他就苦得死去活来的。然后大家注意哦，吸毒的人哦，当他拿不到毒品的时候，他会干出什么？父母都伤害哦，那个时候他就谁都不认哦，只认那个欲望哦。那其实人现在何尝不也在吸毒啊？我们有没有在吸毒？世间的毒品我们没有吸啦，欲望就像毒品一样，你很放纵那个欲望，没有它不行，你就被它控制住了。人都被这些欲望控制住了，那他的人生有什么大的格局啊？是吧？一个男人每天都躺在女人的怀抱里面，你说他能干什么事？诸位女士，你觉得一个男人每天就在你的怀抱当中，他这一生能干什么事？啊，干傻事，是吧？这都没有志向啊。所以男人没有志向，除了男人要反省以外，女子也要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啊，是吧？假如女人都觉得大丈夫才好，那男人就往那个方向去努力了。假如女人觉得每天守着我最好，那男人就越来越没志气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不是那些连续剧都演什么，什么都是那些男人都是要被太太使来使唤来使唤去，是吧？然后要被骂，骂的还要乖乖的。那女人都要这种男人，那文天祥就出不来，范仲淹也出不来，那些大丈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一个都出不来。所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啊，一定有伟大的女人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另一半，这个都很重要。互相成就彼此的德行，这个重要了。所以欲望要懂得节制，慢慢的淡。它有一个过程。不管是吃的欲望，还是世间所有人的欲求，都应该慢慢的让它越来越少。这个才是一个人生啊正确的方向。欲望越来越重了，这个灵性就往下沉了。所以夫妻结合很重要哦，建立彼此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。我们这一生来是要利益家庭，利益社会，利益民族，这一生来是互相成就彼此的智慧，提升彼此的灵性，让另一半因为我们他的生命更完美更有意义，这个就对了。当然大家回去之后
不要对你另外一半说，蔡老师说欲望不好，欲望的人生没有价值，要成就彼此的灵性才有价值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不给你煮肉了，不要这样哦，我求大家哦，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，不然到时候家里有纷争我不负责任哦。有一个原则，循序渐进；有一个原则，从严格要求自己，包容别人，宽恕别人，体恤别人，绝不可以用道理要求另一半。再来呢，一个人的欲望，你不要刻意去每天想那个欲望，越想越来，是不是？你说啊，我很想吃什么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它越来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浇愁，愁更愁。所以那个欲望啊，是你不断的提升你的灵性，自自然然，对欲望的要求就淡。什么事情的发展，切记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。你越急着别人赶快，反而欲速不达。不要别人快了，自己赶快最重要了。所以当我们的精神灵性提升越多，自然带动另一半的精神灵性提升，慢慢的这些欲求就越来越淡了，自自然然。成就什么事呢，都应该啊，让它循序的发展，而且大家都很和气的达到一个更好的境界。OK， understand？ 哦，了解我的意思了哦。哎，这个很重要哦，不然这些态度没有建立哦，很多人学传统文化回去是鸡飞狗跳，真的太多这种状况了。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要成为我们人生的 XY 轴。好，我们都学过数学哈 ，X 轴叫严以律己 ，Y 轴叫宽以待人，念念不可以忘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其实这个色啊、名啊，都是比较显而易见的欲望。睡也是的。这个明比较不明显，好，我们先来讲明显的，比方说睡觉、吃东西。其实人呢、烦恼越多啊，能量消耗越大，他就越想吃东西。因为人很烦躁的时候，买很多东西来吃啊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他只是想转移注意力啊，不要再这么烦恼痛苦。可是问题来了，那个都是暂时停止痛苦而已啊，有没有解决痛苦？吃完了以后呢，烦恼不是还继续烦恼，是吧？而且还有新的烦恼，为什么？吃太多零食又发胖，还得去减肥。所以人现在哦，要去症状解决问题哦，反而延伸新的问题出来。哎，吃的欲望，包含呢，人很烦了、好好去痛快一下，烦死我了，去买衣服，哇，刷好痛快啊，刷完了，痛快多久？那不就要去赚钱，要去还那些信用卡的钱吗？所以这些症状啊，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所以这个颜回啊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
确确实实是他尝到那个学习的快乐，道义的乐，这些物质啊，他都很随缘，有就好，一点都不挑。而这个食欲啊，还包含吃太多的众生的生命。哦，我们到广州去的时候，有一个说法，广州人是天上游的啊，不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地上爬的，没有一样不吃，甚至于还说是吃猴脑啊。然后那个猴子没死哦，就把它敲开哦，就在那吃。我说人怎么欲望到连这个一个众生在那里苦成这样，他完全视而不见。所以人的欲啊，真的可以把良知整个给盖住啊。哦，所以真的细细去思量啊，坦白讲，吃什么东西啊，就是吃下去那一下子有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吞下去以后还有什么感觉？什么都一样，就为了这个三寸之舌啊的一点感觉，杀害这么多生命。好，我们去想象一下一头牛被杀的整个过程，大家看过没有？哎，和谐拯救危机里面有没有？哇，你看那个血都喷出来啊，把它吊起来的时候都还有知觉啊，放进去煮的时候还有知觉啊。你看那个刀进去的痛，包含在铁锅里面喷煮那种彻骨之痛，我们光想了不忍心吃那些东西啊，伤了自己的厚德啊，也折了自己的福分啊。而且说实在的，我们的舌头啊是被调味料给骗了，都是加那些黑胡椒啦、辣椒啦。其实哈，吃这些东西吃久了，食物的真正的原味吃不出来。啊，大家现在吃得出来玉米的原味的香吗？蔬菜原味的香吗？啊，把这些重口味去掉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尝到食物的香。哦，那个玉蜀黍啊，那个土豆的香，红萝卜的香。我曾经去种过红萝卜啊，种这些东西啊，不吃农药化肥，那个真的很香。哎，然后我种了，种那个红萝卜，种了两三个礼拜，终于种好了。结果呢，他们一拿起来，那个都不是很大，就把我给吃完了。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所以教孩子哦，体验很重要。你让他在那里背那一句哦，背了老半天，不如让他去田里耕作个三天，他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个体会体悟啊，比说什么效果更好。好，哦，所以这个是食欲啊，我们懂得节制。哦，好，那心地越清净了，对食物的欲望跟着下降。再来人呢，这个睡呢，除了睡眠很久以外啊，第一个他睡的时间不对，太晚睡，一熬夜肝脏受损，身体受损，你睡很久啊，不一定补得回来。所以都市里面的人哦，睡昏睡的人很多，睡得饱的不多，因为他们呢跟老天爷作对。人家老天爷太阳下去了，就差不多准备该睡觉，太阳出来了就赶紧起床，
结果太阳快出来了，他才去睡觉。哇，所以太阳很大了，他还在那起不来。啊，所以诸位学长，对的事情就要坚持去做，是不？对。对哈、哦，好。所以大家回去以后都要五六点就起床，啊，否则来人啊！好好在教育，是吧？好的习惯要一直保持下去，才能真正得利益了。好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回去继续保持？有，好 ，Give me five。而且啊，你看人啊，这个睡不只是睡眠的状态啊，每天这样糊里糊涂、浑浑噩噩，这个都是睡的。为什么？不精进，不努力，没有真干，没有好好的往自己人生的目标去迈进。所以人那种斗志啊、奋发，还要突破这个睡，突破这个浑浑噩噩的状态，啊，都有个过程，啊，越想睡，你就越要突破它。哦，好，所以《三字经》说：“头悬梁，锥刺股。”哦，好，可以效法古人，哦，拿一只锥子放在桌子上面，哦，一想睡觉，那个锥子不要刺的流血就好了，哦，不然回去之后你们家里人怪罪起来，我就很难交代了。让自己有办法，哦，你已经睡得挺久的了，这个时候可以告诉旁边的人，哦，提醒我一下，我假如快睡着了，来提醒提醒了。但是你假如昨天没睡好，那你就好好睡没关系，哦，我们任何事情要通情达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告诉旁边的人，十分钟以后再叫我。好，他有个时间哦，好好让你没有顾忌的好好睡一下。好，那个时候投资报酬率最高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看了这个比较无形的，就是这个名。而这个名啊，我们人假如常常想说啊，要人家认同，这个念头啊，就是好名啊。该做的事赶快去做的，哪还有什么条件我才做？那不是义了，那还是利了。哎，我们一定要所有的人都认同我们，或者是谁认同了我才要怎么做？这个都是名细微的名门利养。而且说实在话哦，现在弘扬传统文化，你去跟你的亲朋好友讲，认同的人多还是反对的人多？好，他为什么反对？他不了解，哎，他不了解，我们要好好的做，让他慢慢了解，绝对不能跟不认同我们的人产生情绪跟对立，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。人家不了解你，还是跟他生气，那不是愚痴了吗？哦，好，所以啊，有一段话呢，对我们很好的鼓舞跟激励，就是啊，在这个时代，传统文化算是比较低谷的状况，不要去求人家认同。好，有举世不知，举世的人都不能了解的，举世不知而我独知之事件，始能有啊，举世不为，我独为之志气。有举世不为，我独为之志气，才能有人所
不到而我独到之境界。好，有能所不到而我独到之境界，才能有顿视不见、知而不悔的胸襟。就是呢，举世的人呢、都不理解你，你也无怨无悔的去做，这个才是你的胸襟气度啊。好，我们看哦，有人所不知我独知之事件，其实什么事件现在人看不到，现在人急功近利，不知道啊仁义礼智信重要，不知道呢建国军民教学为先重要，大家都去做那个不要紧的事情，根本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，真是这样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能很坚定这些认知，然后好好的去做，哎，提升上去了，自然而然人家最后就能明白了。但是我们还没做出来，还要人家认同，耗一大堆时间在那里解释，最后自己也没上去，好，默默的做，低调的做，等做出来了，自然人家就能理解了。好，而这个事件呢，还包含了不只是现社会大众，他不见得能认同你，甚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人，他可能不认同你哦。啊，比方说你现在说格物重要、扎根重要，他不见得能够认同。哎，他可能还继续忙忙碌碌哦，继续只做推广，没有自己好好的落实跟扎根哦。哎，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跟他争？不要，举世不知我独知之事件呢。哎，你好好的去把根扎好了，他就知道这个重要了。所以人明理了，就扎扎实实去做。不要去强求别人认同，啊，这个是也是啊，去掉这个名。再来呢，这个人呢、都要人家尊重，这个也是好名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来弘扬文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往圣继绝学啊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是不？哪一个人来弘扬传统文化是为了人家尊重？都不是吧？可是哦，目标哦，走着走着哦，旁边就有小花小草，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目光引过去了，自己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呢提醒自己，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修养啊，修行的功夫，常常呢要把自己错误的念头啊，要把它斩断，一起来就砍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也送给大家一把尚方宝剑啊，大家好好背在身上，见魔就砍。魔不在外面哈，心魔啊，哦，传统文化叫内学啊，内在的学问啊，功夫啊，跟外面的人事物不相干啊，不要，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所有一切人事物，不能推卸责任给他们啊，只有一个学生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啊。其他的通通是老师啊，都是监考官啊，来给我们发考卷啊。好，这个学习态度重要。只有自己是学生哦，古之学者为己哦，都是要求自己哦，反观自照哦。今之学者为人哦，现在求学问的人都是
做给别人看哦，做个好样子要让人家赞叹哦，那是虚荣心在修行哦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在路上明明白白方向目标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忘事开太平。哦，我们身上这把尚方宝剑上面写了六个字，叫为正法，为众生。啊，起的念头一定跟这六个字相应，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目标一致了。好，为古圣先贤这一些正确的智慧思想去做，好，为一切的老百姓，为人民，为世界的人民，是六个字。我们所有的念头跟一切言行都是为了促成这个目标。当然呢，包含你尽心尽力为家庭尽情义道义也是。为什么？你把情义道义做出来了，就真正把古圣先贤教育的正法表演出来，这个就是人能弘道啊，给人信心了，这是真正弘法，实质的弘法做出来的。好，跟这六个字不相应的念头一起来，赶紧把它扶住。好，啊，我们想希望别人尊重，跟这个六个字相不相应？不相应，那边贪名了，贪人家的恭维了，那就麻烦。所以我们很冷静哦，这个贪名闻利养一上升呢，自己的整个身心状况就会变化，那正气不够哦，邪气就上来了。而一个人要人尊重，这个时候啊，阿谀谄媚的人就上来了，就讲好听话给你听，哇，你就喜欢那些人，你看人就看不准了，用人也会用错，哇，那这个弘扬传统文化的事情不就栽在我们手上了？哦，米不有出啊，都有很好的发心啊，显客有终啊，能保持这样的信念到最后的少了，除非能够守好自己这一颗心啊。米不有出，都有很好的发愿，但是很少，这个显是少啊，很少能把这样的信念自始至终保持下去。而人希望人家尊重啊，好这个名呢，其实他也是傲慢，就我们高啊，人家低了，那就好为人师了。甚至于呢，要人尊重以后啊，看到人家尊重其他的人呢，我们还不高兴。哦，所以你说这个名，这个贪名哦，延伸出嗔恨，延伸出嫉妒，都从这个贪字又出来了。傲慢、嫉妒、破坏、打压有才有德的人。那是弘扬传统文化变成来造孽啦，那就麻烦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名啊一定要去掉啊，有了名啊，很多坏的念头习气都上来，做不了事了。楚国有一个令尹，就是宰相，很有德啊，大家可能也有听过孙叔敖先生的故事，在文昌帝君阴字文里面讲到，埋蛇降宰相之龙，这孙叔敖埋了一条双头蛇啊，欲广福田，须凭心地，一个人要有大福啊，用心去修啊，福田心根哦。所以孙叔敖先生
他们当时候的一个风气啊，就讲到呢，看到双头蛇的人呢，很快就要死掉了。结果被他看到了，哦，他就赶紧啊，把这条蛇给埋了。但是呢，他很相信人家说的这个，他就很伤心啊，哭哭啼啼回家了。啊，他怕又有人看到了，又损失，就死伤损了生命了，他不愿意把它埋了。结果他就跟他妈说：“妈，因为他妈看到哭啊，就问他，他给他妈讲，我看到双头蛇了，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死了，我就不能奉养你了。”啊，他是为了不能奉养母亲啊，在流眼泪。他妈妈一听啊，孩子啊，你念念都为人着想，你不止没有祸，你还会有福。啊，所以才有这一句埋蛇。想宰相之荣，想宰相的光荣。当然哦，光荣也不能迷哦，是吧？你迷了那个光彩啊，常常挥手是吧？迷了那个光彩，该做的事有没有做啊？啊，一恭维了，通通就花在那些时间上面了。而不是在我们的职责上面的。孙叔敖先生要上任楚国的令尹，国家的同事跟人民啊，都来给他祝贺，都来祝贺。好，今天你坐上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哦，所有的人都来给你祝贺，你高不高兴？人家给你祝贺，你还不高兴啊？哦，你们不要太紧张，放松。学传统文化是要很放松的，哦，不要有压力，要把压力变成动力。哎，所有的人都来给他祝贺，结果有一个老人戴着白帽，穿着丧服来了。哎，大家看到孙叔敖先生看到人家都穿着这么漂漂亮亮来给他祝福啊，就一个穿丧服来了。哦，当下所有的人一看，这个人干什么？触人家的眉头。哎，假如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哦，所以这个孙叔敖先生马上啊，整一整自己的衣服，恭恭敬敬地走到这个老人家面前，哦，说老人家，这个君上错爱啊，我这个没能力的人，哦，还来做这个工作，哦，古代人很谦虚啊，然后说呢，老者您今天来啊，必定有什么事情要提醒我，要教诲我，请您指教。哦，那人假如有个面子哦，那就把他给轰出去了，是吧？哦，所以接到一个这么重要的工作，这些圣贤人都是战战兢兢，这个态度重要啊，才能守得好自己的职位啊，本分啊。哦，所以《孝经》里面讲到诸侯章这第三呢。在上不骄，高而不为。一骄傲傲慢的就完蛋了。自节谨度，你有福分的不能放纵哦。满而不溢，高而不为，所以长守贵也；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也。富贵不离其身，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。大家说那个是诸侯的事，关我什么事？哦，你看人要分别哦，什么也学不到。哎，他是有实权呢，他照顾一个地方人民的生活。可是我们今天弘扬文化，我们是要护念一方人对传统文化的正知正见哦。请问大家，您的工作会比这个诸侯小吗？不小。
哎，他照顾是那几年的时间哦。我们把人家思想观念引导正确了，那他世世代代子孙受益哦，还有他自己生生世世受益哦。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应该比诸侯还更谨慎才对哦，是不？是是啊，所以这个一思考了，哎呀，更要谨慎。所以孙叔尧先生很恭恭敬敬的请老人指教，老人就给了他一段话：身以贵而骄人者，民去之；位以高而善权者，君恶之；禄以厚而不知足者，患处之。啊，这老者讲了这段话，孙叔尧先生更恭敬的对着老者讲：敬你受命，恭恭敬敬的领受老人你这些教诲。所以福在受见呢，有大福的人能恭恭敬敬接受别人的劝谏，而且呢，今天他能接受劝谏了，他能有智慧、有德能、有好的经验去治理国家，全国人民都受益啊，怎么可以不谨慎呢？哦，敬受命，愿闻于教。请接着把教诲告诉我。啊，接着老者讲：位高而义亦下，官亦大而心亦小，禄以厚而甚不敢取。而且我们看呢，这个老者高度智慧，他也爱他的国家，他的时间点抓得很好。就是呢，孙叔敖先生他还没当令尹，他就在这个一开始就把最重要的态度提醒他，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。所以成就人、提醒人呢，还得要抓好时节因缘呢。啊，就像《礼记·学记》讲的：“当其可之谓时。”当其可以给他提醒的时候，你马上提醒他，这个叫及时法，及时教育他。哎，人现在不会抓机会点哦，让人家觉得啰里吧嗦的，这个就不妥当了啊。当其可，我们注意哦，一个人升官的时候都是当其可哦，一个人考上大学是当其可哦，一个人要去负责哪一件事都是当其可哦。那个时候一提醒哦，他都不会忘。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很重要的时节因缘，到时候一出状况了再劝就很难了。哎，我们的晚辈要去读大学了。提醒他，父母、社会、国家为我们付出了多少，栽培我们，好好利用这四年啊，提升自己的德行学问，才能回馈家庭、回馈社会。孩子单纯啊，你跟他一讲，他正气就起来了。哎，没有这一些提醒，哇，去到大学，那个学长跟他讲。大学就是 university， 就是由你玩四年，那先入为主就完了。多少大学生那黄金四年都是挥霍掉的。所以诸位企业家，你们有时间哦，那个大学刚开学，新生训练，那些孩子还嫩嫩的。你们又是成功的企业家，去跟他们讲你这四年应该怎么样好好努力，出来了以后一定企业会重用你，他四年就不挥霍了，不糟蹋了。而且现在
社会公认企业家是成功人啊，我们这些穷书生人家还不请啊。哦，所以企业家在这个时代呢，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。啊，以前是士农工商嘛，读书人受尊重的，现在是商业时代呢，成功的企业家排在前面。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也是这个故事啊，也提醒我们一个胜于死的精神。好，我们看。身份高贵了而骄傲啊，这老百姓呢不认同，会舍弃你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想，我们现在的公司是弘扬传统文化，贵不贵？人家很尊重我们哦，啊，那个尊重哦，可能比对待世间任何人还高哦。所以我们事实上做这个工作，人家是很尊重我们。可是人家越尊重我们，我们应该要越做出好榜样来，越尽心尽力去付出。假如这个时候还骄傲，那就完蛋了。那人家会很不认同啊！你们这些人都是讲，只会讲而已，不会做。啊，我们台上啊笑得很灿烂，一下来笑都不会笑。啊，一上去哇，讲话很温柔，一下去。讲话的时候眼睛都瞪得很大，让人家一下子都接受不了。真的呢，这个都是我亲身遇到的情况，就是上面讲的哇，那底下的人听了太崇拜他了，然后他一下台就主动跑去找他，然后一下子那种热情好像去贴到了一个冰块，那个人的信心就可能就毁掉了。大家去想象一下，他崇敬一个人，崇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然后去见他，结果遇到一块冰块，会怎么样？那不就是我们骄傲了吗？没有真诚，没有一种柔软了吗？好，好，啊，讲到这里呢，我也是蛮担心，很惭愧哦。大家见到我有没有像见到冰块呢？没有。你们真是日行一善，给我鼓励，谢谢谢谢。所以您看哦，所有的京剧啊，绝对可以跟我们现在的因缘产生很好的相应，只要我们肯用心去领受。我们看位以高而善权者，君务之。为什么？善之做主，你给整个团体给领导人添麻烦了。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哦，我们在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组织里面呢，不能常常为了人家来问一些事情，你就为了让人家高兴，还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没问题，轻易的答应这些学员，结果给组织添麻烦，这样妥不妥当？哦，那叫谄媚啊。哦，你给学员高兴了，然后这个自己整个工作团队呢，通通都很难过，都觉得不受你尊重，那这样就不妥了。好，我们怕什么呢？怕一个弘扬文化的人变成哦，对家里的人很不好，对外面的人很好。会有这个现象哦，那修到最后就是修个样子给人看的。真的，我曾经遇到一个同仁，他一接起电话跟学员，哇，温柔到极处。电话一放下呢，跟旁边的同仁哦不打招呼。哦，我后来就跟他沟通了，我说你换位思考一下，你哥哥你弟弟。跟外面的朋友打电话，亲得不得了，哦，然后一放下电话呢，一张脸摆给你看，你受不受得了？他说受不了。我说那对呀，啊，现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同仁，你都给人脸色看，然后打电话又这么亲切，你说人家在旁边光听你讲电话都
是吧？哦，所以这个哦，这些道理啊，真的跟我们这个生活工作啊都是很相关的。好、哦、好，听说呢，笑一笑会补阳气的啊。啊，入以后，你薪水很多很厚了，还不知足，还要贪，那你的灾祸就来了。很多那个当官的人都是最后就贪污啊，满门抄斩的都有了。哦，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啊。可是呢，我们面对这么多大众的信任，也会给我们很多金钱跟物质上的支持。哦，但是人这个心哦，假如不警觉哦，会慢慢变哦，会变心哦。哎，一开始那个人家送来的东西哦，哇，流眼泪哦，啊，很感激哦，哎，越送越多了，多了以后哦，东西再，哎呀，那个我都吃的不想再吃了，还送。你看，哦，你看人在这个富贵当中啊，堕落了，不知道。啊，要慎终如始。对人的那个感激啊，这一辈子都要保持，甚至于是有提升没有减少，哦，都要想到那都是至诚的信任给我们的，啊，记住的见信不着相，见人家那种善良，那种信任，而不是用那个东西在衡量什么。那我们的心就坏掉了。好，哦，所以呢，在听完之后啊，非常崇敬啊，希望继续再指教啊，哦，结果提醒了，位以高，位置高啊，容易傲慢，所以要谦虚，义义下，官义大，你权位很大，你可以决策事情啊。可是一个决策错了，比贪污啊造成的伤害还大。贪污他是怕怕的，偷点钱的，可是你决策错了，可能全盘就重新再来哦。所以官义大呢，做任何事要仔细思考，小心谨慎去做啊，集思广益去做啊。所以这个官义大而心义小，入以后有很好的俸禄了，不能贪财哈，所以要谨慎，不敢乱取啊。尤其在一个公益团体里面呢，那个都是大众捐的东西，我们可不能随自己意思乱去分配，这个都不妥当的啊，要尊重主事者去安排，不能自己。拿在手上呢，就随自己意了，这不妥当的。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呢，不只不要人中，不要求人家尊重，而是战战兢兢的，希望把我们这个工作给做好。啊，这个孙叔啊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另外呢，八德故事也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啊。宋朝开国，赵匡胤刚开国立朝，升堂啊，庆典啊，庆祝他登基哦，哇，所有的大臣高高兴兴的赞叹的赵匡胤，他的妈妈太后坐在那里，嘴角往下笑都没笑，这些大臣呢就觉得很奇怪嘛，母以子贵嘛，啊，你孩子今天当皇帝了，那你是最高兴的人，太后啊，你怎么都脸色这么难看呢？结果这个太后讲了，他说今天当皇帝没好好干，就要被人民推翻了，到时候你想当个平民百姓都不可。你全家会遭什么样的难？
哇，你看这个太后了不了，哎，了不了，哎，了不了不起，不是？不简单呐、啊！人假如有丝毫的虚荣心，他就不会这么理智了、啊，是不是？他就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哎呀，我儿子皇帝呀、啊！所以今天呢，假如你在一个地方在教学了，在负责了，负责推广传统文化，哇，这些同仁呢、啊，到你们家去，啊、哦，伯父伯母，哇，你儿子啊，你女儿真了不起啊，太有贡献了，对社会太重要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爸爸妈妈说，那都是他该做的。你们呢、啊，要时时提醒他，做不好的要把他指出来。当下你在旁边听到你爸这么说会怎么样？破人家都给我赞叹，就你给我泼冷水，那你就完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真的要打从心里啊感激你的父亲啊，有这样的父亲啊，才能保护我们。人家这么样的赞叹，他很冷静啊，他一定有不足，你们一定要帮他指出来。啊，就像跟宋朝这个太后一样啊，当下这个时机点，太后这么做这么说，赵匡胤一辈子都不会忘，满朝文武也不会忘了这一个景象。所以你看这个母亲的格局啊，智慧啊，让这个宋朝啊奠下了多重要的基础。哦，好啊、哦、所以我们护念家人，护念我们自己的团队，也都啊能从圣贤这些风范当中啊得到启示。好，那早上呢先跟大家啊这个我们这个贪财色名食睡啊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